毕业生进场。那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小主持人来介绍我们的毕业仪式，灯亮一下。各位来宾大家好，我是张子硕，也是转职黄特中立幼儿第十五届毕业典礼。毕业不只是一个阶段结束，同时也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。今晚我们将借由不同节目的呈现，与大家分享学校平时教导我们的不同课程。毕业以后，我们一定会将所闻所学谨记在心，